终于有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了，虽然有些破，也能住个好地方了。窗不漏风了，再也不用担心摔倒了。空调真好用，爸爸会保护妈妈和宝宝，宝宝有了新衣服开心极了，垫子软软的。老鼠也有个温暖的家，新衣服真暖和。电暖气安全又暖和。